天就是白，一直吃鲱鱼。阿里吃，阿里给炸灯的鲱鱼饭团，超抢手。大家现在透早六点半就已经高朋满座，搁排队。我五点半就来排了，佩服我家己，太夸张了，这就是伊现磨的豆奶。哦，真的好喝诶，豆仔味足够诶，刷刷诶。就是自己磨出来的，你买假叶，一个人含两只料，那个想不到就哭了。先吃一口就好了，因为等下吃了。尝不出来，这调味是咸咸啊，加这磨乌磨啊，搁海苔粉，吃起来很像干鲱鱼。大家慢慢的鲱鱼。调味袂歹，这个班桥里准这个地瓜三明治加这个蛋的沙拉呢。地瓜台怎么讲？韩吉。这个三明治的咖啡我第一次吃。但是吃熟悉的应该也介意，我的比较好吃。吹海风，吹海风吃炸灯，是不是叫惬意耶？还是太早起来了，还是不惬意。人种蚵仔的，因为我住伫个漂流木的边啊，所以就过来遮食中岛贺林。我、哦、这是摩卡冰沙的，来连管有 Oreo 的，又加巧克力酱。嗯，加的饮料拢足好啉的，喝四杯都好喝哎，太劲了！炸鲱鱼哎，一定爱食啦，来食鲱鱼，我感觉伊有一点啊臭臊的味哎，但是煮就袂遮臭臊了，这个就是贵条的鲱鱼。果然没翘车了，肉质还是一样扎实的。加这个切切的皮就是好食，加这个粿条就是足爽安尼。今日要转去咯。你对这印象是安怎？兰屿就是阳光、达悟族、飞鱼。你家来家，你上介意是啥物事？我上介意的是。阿里给鲱鱼饭团，哦，够介意漂流木的饮料，加就是水，一个字水。你鼻子很多汗呢。啊，哎、欸，我在那边流汗，我在那边流汗很正常吧？你看见日头，大刚拢是30几度诶。是哦。哎，你家拢无虾米伪装诶。嗯。因为都会融掉。不要紧啊，我撑得住啊。自己讲。自己讲。好啦，这个的蓝鱼的 vlog 就到这。感谢蓝宇，再见蓝宇，拜拜。阿龙，蓝宇刚获胜，当然获胜咯！期待你有五万订阅迄天，搁召唤我去胜哦。哈，嗨，我已经为蓝宇倒来了。蓝宇的日头足大诶，我晒到乌乌诶。大家去耍，拢无白去蛋丝。这届的蛋糕是为达悟族来的，这个就是一盒达悟族的皮包，达悟族的拼板粥，这个就是伊个拼板粥顶端的 logo， 准的目睭。伊个意思就是，去除灾难，引领方向，安尼。达悟族的朋友甲伊话诶，这个是唯一的有鲱鱼诶，这四个就是一盒随机抽哈。
二号就是足侪钥匙圈，嘛是有准的目睭，搁有平板做的钥匙圈安尼。都会有蓝屿的那个地图哎，小岛的样子。一盒、二盒啊，总共多少人？十一个名额啊，十二个而已啊。嘿啊，这个抽奖就是下列志愿序咯，老规矩，应该也知啦。后下拜三暗时就直播抽奖 ，OK？ 嗯，拜拜。